今年呢28岁，身高1米78，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南非的石启棒。Let's give a big hand to welcome Chikubon from South Africa. He's about 身高178cm， 一陣間將會以一個回合6分鐘嚟到決勝負。红方选手来自中国香港富德拳馆，身高是1米75，2014年两岸四地搏击赛70公斤级的优胜，2015年香港泰拳冠军赛 A 组71公斤级金腰带拥有者，目前的战绩43胜7负，14KO 对手。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香港的韩卓健。有请红方 Red Corner 来自中国香港富德拳馆非常坚的韩卓健。这个搏击的比赛规则呢，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大家还没有看过，两个人不带拳套，徒手搏击6分钟决出胜负。场上裁判黄炳基，比赛现在开始。今场咁紧凑的徒手格斗，我哋有拳证黄炳基师傅、裁判长李耀东师傅、裁判韩庆师傅、罗志明师傅以及陈家明师傅。6分钟嘅时间，大家入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武林风中国香港站的比赛，我是现场解说蔡志贤。现在进行的是韩卓健对上石启邦的徒手格斗6分钟的比赛。好，介绍一下韩卓健，他是空手道的黑带，然后呢目前是转这个自由搏击，然后他在香港也新开了一间拳馆，是富德的分会啊，他在馆里面是教泰拳的。那目前其实目前在香港成人的学费啊，泰拳学费大概是这个1000元到这个1300元的月费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的韩卓健都是上午训练下午来教课，那现在进行的是这种徒手的格斗，没带拳套啊。那对于这个打惯空手道的他，应该更能够得心应手。现在介绍一下这位南非的选手。那过去这个南非选手石启邦过于仰赖这个身体的条件啊，因为他身高臂展，然后呢这个体力又好，所以有时候他打法是比较不规范的，就进步比较少一点。都用身体的条件在做冲撞。今天打这个徒手格斗，然后看他有没有什么拿手的本事来。那其实在过去南非选手啊，他常常会乱打，跳膝啊、后旋踢啊、舍身踢啊，还有一些王八拳等等怪招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哦，一个前进的下臂蹲啊，因为他腿很长，这个下劈腿啊，哇，可好像是从2楼砸下来的，相当恐怖啊。现在韩卓健慢慢往前推，那韩卓健是撞啊，但是对手两次的对于膝盖的攻击，这是相当恐怖的，所以注意一下。好，这南非选手啊，用前手顶住韩卓健，韩卓健其实进不来。然后刚一踢，我们的南非选手用膝盖去顶他，所以相信这韩卓健要开掌，想防住我南非选手的拳。南非选手现在还没出拳哦，这一次就是韩卓健也聪明了，他就是用这个不是用脚背来踢啊，双方都得硬碰硬哦。两根手是抓住了，好像在玩这个职业摔跤。连续的两脚，但是呢，南非选手其实对于
这个腿法的应对非常的好，两脚都用膝盖把它顶回去的，所以韩国坚应该自己也很痛。好，转身后蹬，再来压进来了，不给韩卓坚任何喘息的机会。哦，就啊，连续左右的高扫踢。哇，再来，有个机会，哎，主动倒地。这个南非选手啊，其实也蛮聪明的。我们的韩卓坚的拳要压进来了，他就主动的倒地了。这个打法，这个是经验非常的丰富。双方目前都还没出到拳，因为都刻意压开距离，把距离拉开，不想这个脸上啊被这个拳给打破了。在这种打徒手的，没办法做组合，因为随便组合可能对方一拳就挤进来了。哇，这个南非选手一直攻击韩卓坚的膝盖。再来一下，用直线的方式攻击膝盖，一下用曲线的方式，这后旋踢用脚跟的来攻击韩卓坚的膝盖。有进来了，好不容易抓到第一次近身的空档。像过去其实像我们周九玉贵空手道的打法就蛮特别的，不管是拳的路线或是腿的路线，都是比较不一样的。目前韩卓坚还没有把空手道的一个威力发挥出来。时间快不够了。跳膝再补一拳，再超人拳。韩卓坚要追进来，但是对方跑得很快啊。整个主控性应该都是在这个我们的南非选手的身上，所以到时候这场比赛呢就讲落谁家。人已经跑到神圈外面了。这个距离韩卓坚没有好好的把握，太可惜了。韩卓坚这场比赛有点被动，尤其打不进去啊。第一次打进来了，有没有机会？对方又逃走了，太可惜了。哇，非常刺激。恭喜晒我哋红花南方打和，咁啊呢一个嘅赛果咧。